去救叶冲，给我带回来。是。 佐藤将军，城中缺粮的百姓越来越多，我们可不可以在军备的粮食中调出一部分来救济？我怕这个趋势走下去会暴乱。叶少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们宪兵队没有能力，还是因为你胆子小？就算发生暴乱，我们宪兵队也是有能力镇压的。中国有一句古话，叫“打江山容易，守江山难”。 我看宫本君这么简单粗暴的脾气，一定不了解这其中的深意。啊，是这样，叶冲君，我们的军备粮也不够了，所以拿不出来给外人。不过这样，你们二位跟我去一趟株式会社，也许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。嗯，今天这一趟。 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。想想那么多年，我们的生命轨迹几乎是重叠的，从日本到中国，再到先后成为檀香的战友，我想，应该也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们分开了。 时间掐得够准的呀，温度刚刚好。我这个人从来不靠侥幸的，你车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都看到了。你的侦察能力可是胜过当年啊！正好，眼下出了一档子事儿，你用你的侦察能力帮我分析分析。
前两天我接到一通电话，电话接起来却没有人说话，无论我问什么对方都是保持沉默，然后一分钟之后就挂断了。我本以为是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个巧合，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来了，对方又是沉默一分钟，然后把电话挂断。你觉不觉得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特别像一个人？不过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，只能苦等电话。可是电话始终不来，就在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，他却给了我一个惊喜。这个哥啊，料理啊，本当にうまい。いや、まあ、等等。ぜひまた来よう。よし、またな。また飲もう。あ、では。先生，先生，这是酒店为您开的房间的钥匙。我没开房。这是 VIP 客房的一位客人叫我交给您的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哦，没事。